我们已经尽力了，啊，你本来就长这样啊！屁啦，我瘦那么多。是啦，我感觉一直超越。长辈拍照的 pose 有没有概念？或是这样一起？对，一起。这个。你举那个，我已经跑到200多张了。你刚刚帮我拍这张真的很好看，哇！你是几乎这角度像林志玲一样啊，超美的。我刚刚真的超美，来给你看一下。欢迎收看《波波接力去》。听说女生最爱自拍，连便便的时候都一定要自拍。男友们的拍照技术真的都很差吗？我们今天来到号称最好拍照的实践大学，要看同学们的拍照技术究竟如何。走吧。所以你们经常拍照吗？会吧。你们平常自拍最喜欢的 pose 是什么？这么可爱吗？那你呢？没 pose， 他这样。你要不要跟你？就是这样。你有？我喜欢自拍，你喜欢自拍，被拍，不管在哪里都行啊。我喜欢自拍，不管在哪里都行。我没有，我会啦，每天拍。昨天在健身房，想要自拍一下，然后就觉得很怪，见怪不怪。所以你平常去健身房真的有在运动吗？有，我以前超胖哎，快80公斤。真的假的？现在多少？69。所以瘦10公斤，你应该有见证这一切吧？没。屁啦，我瘦那么多。是啦，我感觉一直超。我都帮他们拍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好看是不是？你帮他们拍的时候有穿衣服吗？他们有穿衣服。他们有穿衣服。差点又可以开车。那你觉得你自认为拍照技术怎么样？很直男。这有被抱怨过？有，他有帮我拍过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取景要再加强。就是他拍我，结果他把我放在最边边，我就告诉说你就一直按就好了啊。然后他就给我按了一堆，然后一模一样的照片。照本宣科。那你们觉得自己算拍得好？你就拍得好。女生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是你一定要达到的？瘦啊，角度要会抓，其实女生都差不多，整个就要看起来瘦，然后你比例上就是你腿要长一点，差不多。圆框一定要开，还有就是一直连拍，就是一连拍没错。这个就叫专业。接着听听女生对男生低角度拍照的看法。你们男友会拍照，男友不会拍照，他可能会拿很低很低这样，大概像这样。你们不是很厉害吗？自以为学到对不对？可是我都这样子，我都觉得我超屌的。不是越低越好，我觉得那角度看起来有点太刻意的话，就不会喜欢。可是我觉得对男生来说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你本来就长这样啊！你本来就长这样啊！直男找死发言。你们对于长辈拍照的 pose 有没有概念？这样子，就什么花就这样，或是这样一起，对，一起，这个。要凶狠一点，凶狠一点，对你，哦，要小一点，脚不能偷照啊，不能偷照啊，请把你们，哎，大家都在看你们，可以耍阴招，可以耍阴招，对，大家都在看你们，哎，那拿出摄影师的架势 ，OK， 对，自然，侮辱对方的智商，你不能进攻了，赶快去，对，你不能只防守，你不能只防守，你应该一面拍一面露肌肉啊。角度是下巴进攻，你要拍到5分才有算分哦。找他最糟糕的角度。这个有点像史瑞克。哇，这算吧，这很清楚。这也不错，这也不错。哎，这看起来好像有点好爽。哎，有点少年秃的感觉哈。我已经这个下巴很突出。对，膝盖。哎，你拍很多张哎。对啊，我就一直狂按。OK， 1分。没有。2分。你蹲下来原来就是为了抓这个角度。你把它拍得很好看。对。哎，那这个好，这个漂亮，这个。你知道怎样吗？在那个跳楼大拍卖，在跟欧巴上吃。对，8分。超丑。我们还拍一个空景。他非常喜欢风景。这个可以换大头贴。你的标准非常奇怪，对。这一张就把你的神韵都拍出来了，对。很可爱。对。真的太 Q 了吧？那三个。不错，3分。4分。他赢了。5分。我们来，我们。有哎，这帅哥换大。有，这个有帅，这个有帅。有没有感觉很像你在冲浪？五官一张，这个还蛮好笑。哎，这个不错，猥亵的感觉，猥琐感，这有一种便秘感。第一张就是了。哎，有有很多耶，拍好多哦。这才叫做构图，好像比本人好看哎。这张是有点猥琐。1分，目前只有1分。我没有打开，因为它全部都有，它几乎全部都有拍。哇，那你就被真的被虐翻掉了。这样算，一张、两张、三张、两张、三张，他蛮厉害的。
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来来来来来，就还蛮好看的，其实拍出可以发的照片，对，哎，蛮好看的，哇，这个肌肉秀出来，自拍你知道吗？这张超棒，不错不错，他直接在玩黑白，这男生女生配，然后配，等一下，他好过分，他都会拍他的双下巴，对对对，这个假发吗？假发假发，对，这还蛮阳光的，这张可以换大头贴，对，大头贴可以换一下，谁会换？谁换？哎，这也可以，这张感觉兴奋到模糊。你指定了，我已经拍到200多张了。我手机当掉了，我手机当掉了。我最后狂吐，最后那个手机当掉的。为什么把我弄成这样？这个就是你在做坏事。这张照感觉很明显不是很聪明啊。我中了头那种感觉，好可爱、喔。哎呀，为什么我的表情这么狰狞？对。这个是你在干嘛？哎、欸，你都太俏皮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刚拍的一定比你拍的全部还要再丑十倍。不要！我印象中，我拍到每一个角度都是双下巴。哎，不对啊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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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是有修图吧？没有啊，这是你刚拍的。这个有修图吧？这就是你刚拍的。哎，其实我蛮……哎，我是不是拍错？拍错？等一下，他刚刚有拍到几张很好笑的，你头发甩得很夸张的，这个真的很好看哎，而且很好笑。然后我刚刚说这张也蛮好看的，还把我穿搭都拍出来。你平常帮他们拍，你会怎么就是引导他们？对。他们都摆很开心，我都没有引导。我们拍照来，好，来第一张，好，好换，好换姿势，好。我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对，来来来，哦，哦，我是神射手，弓箭手，弓箭手，哦，背后，还有没有？对，还没有，背后背肌，哦，沉思的男子，哦。没有，现在都没有，彼此不是，哎，不是，啊，一样这么，她是我姐姐，认真吗？认真，亲姐，双胞胎，双胞胎，你们是双胞胎，对啊，先仔细看，仔细看还蛮不像。